刚才看你走过来，我都恍惚了，好像看到了之前那个昏了头的自己。您的咖啡，冰美式，谢谢啊。好的，稍等。 喜好真的都一模一样。你今天约我出来，该不会就是跟我聊我们俩的喜好一样吧？不管是白月光，还是朱砂痣，日子久了，都会变成饭粘子和蚊子血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。如果今天你不说清楚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撕破脸！你说什么呢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不要脸的东西！ 给你脸了，你臭不要脸的！臭女人，你不要脸！谁呀？是谁呀？什么臭不要脸话？懒得理你！怎么不去公司闹啊？最没本事的人才去闹呢，除了泄泄怨气，得不到任何好处。 白费力气，所以今天你找我来，就是想游说我离开魏明。道德法律你都懂，礼义廉耻你不在乎，不离开他，肯定是有你的道理。你还真是会猜哑谜啊！说吧，你今天约我出来，到底因为什么？ 出轨这件事情，小三是撇不开干系，但最可恶的还是男人。我今天来找你，是有一个提议，我们俩联手。哎，您好，我姓林。 是这样的，我先生呢想举办一场家庭聚会，所以想预约一下你家的私厨服务，最好是擅长粤菜和淮扬菜。时间是下个月3号，另外啊，还想跟你约个时间，这样呢可以当面跟厨师沟通一下家里人的口味。好，那就周日下午3点。艾丽，我林霜，哎，我订的那个衣服啊，你直接帮我送到方舟前台就可以了。 那麻烦你下午早一点出发，我怕晚高峰堵车，我老公晚上有个应酬。欢欢妈妈，哎，你上次发给我的那个长江一小的历年生源分析我看了，我综合分析下来啊，如果在幼儿园期间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体育项目，那对于孩子幼升小、小升初都是很大的加分项。我们刨除了那些比较大众的竞争激烈的体育项目。 然后再兼顾孩子的兴趣和自身条件，选的是冰球。好，那我现在发给你啊。哎，黄花妈妈，我一会儿打给你啊。维璇呢？你什么情况啊？生完了。哎呦，林少，你这么等了，急死了呀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快来啊！好的，大家等着你。林少，你来了。 我这一天忙来忙去的，都没来得及给宝宝准备礼物。爷爷，你能来就是礼物。抱抱，你快点等着你抱呢呀！哎呀，哎呀，鼻子长得有点像你，哎，真的。你说说你，哎，你能不能给自己找一个住家阿姨啊？别让自己那么累。有一个小时工阿姨帮忙，但是家嘛。 总得是亲力亲为，心里才踏实。你也听听听，宝贝听听，你都不知道我们多羡慕林霜阿姨。林霜阿姨是第一个抱你的人啊！是的呀，囡囡，仔细看看林霜阿姨哦，长大了呢，跟阿姨一样，又漂亮又聪明。最最重要的是啊，一辈子好福气呀！我们肯定好福气的，是吧？相比较传统算法。 我们方舟的新算法因为用了智能语言推荐技术，它的预测精准度大大的提高，从而让我们所有的客户有了个性化的需求。那么简单的来讲，就是
我们绝对不会让新手妈妈看钓鱼竿广告，也不会让钓鱼者说到要做的事情。什么是智能语言技术？那它又是从何而来呢？徐总，有的时候你自己都会怀疑，为什么机器人知道你所有的秘密？魏总可真会开玩笑啊！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，我现在就让大家体会一下我们方舟的机器人小周的服务。好啊，怎么操作啊？小周，小周，我在。我想要一杯开会时提神的饮品，但是不要功能性饮料或者咖啡。为您推荐罗汉果白茶，最近的门店距您523米，配送时间20分钟。罗汉果温和，白茶清肺，适合会议时饮用。魏总，你这个小周真的不错呀，真不错。你就是我认识人力夫妻最好的。那是啊，人家凌霜可是一路开着挂过来的，在学校的时候就是扛把子，门门功课考第一，哎，还得了全球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第一名，这可是国内唯一一个获奖的女生啊。明明是个学霸，那现在没有用武之地了吧？哎，那是因为凌霜嫁得好啊，人家老公魏明现在可是大厂精英，哎，这在 IT 圈可是响当当的人物，哪里还用得着他这么辛苦还在外面受老板的气呀，对吧？哎呀，说到老板，我到时间了，我得回去上班了啊。你们聊吧啊。哎，走了走了，拜拜。我提醒你啊，看好你老公，年轻有为，帅气多金，这种男的外边多少小姑娘都盯着呢。嗯，来多苍蝇苍蝇的奶粉尿不湿。姑娘，亲，给我倒杯水呀。来嘛，这是你让我们买的啊，我们辛辛苦苦攒的钞票都被你们骗去投资理财了。爸妈，哎呦，凌霜啊，凌霜，凌霜，凌霜，我跟你讲哈，我和你爸爸平时攒的钞票都被他们骗去投资理财了，说什么低风险稳健型，从来就没有亏过，现在好喽，天天的亏，零悠悠的一遍啊，凌霜，咋弄呗？咋弄呗？凌霜，你看看啊，我们现在就是想把钱拿回来，可是他们硬要等到一年到期才让取。到时候都亏光了，你说这谁能等到那一天，对吧？就是叔叔阿姨，你们听我解释啊，这个合同你们是亲自签字的，还不是你说写什么我们就写什么呀？不是，哎呦，你这就是诈骗！好好好，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，大把大把的吃安眠药啊，他们就是骗子。消气消气，咱回去说啊，等下半年市场环境好一点，钱会回来的，说不定还能达到投资预期呢。啊。哎，真要是亏了，凌霜不是说了吗？把亏的钱给你吗？哎，你说说你，这大包小包的买一堆，这么大老远我们还得背回去，便宜呀。嗯，爸妈，本来呢我可以送你们的，但是时间不太行了，我得去接果果。啊，这样。我给你们订辆车。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好的，路上方便一些。我跟你说，这里离老房子有几十公里呢，我和你爸爸又没有事情，地铁转公交方便得很，就当锻炼身体了。我没欺负小苹果，我就是说他们家的房子没我们家的大，车子没我们家的贵，也没有保姆，他夏天的时候也没去俄罗斯看极光，就连出生日期都赶不上我。小苹果就哭了。徐老师，要我说，小苹果这孩子心理承受能力不行，毕竟我们家洋洋只是说出了客观事实，总不能为了让别人心理平衡就撒谎吧。我们家果果确实心理承受能力不行。妈妈，果果妈妈，你来得正好。果果不仅心理承受能力不行，还缺乏最起码的判断，比如极光只有在极夜里才出现，而北半球俄罗斯的夏天是极昼，太阳的光辉足够掩盖所有带电离子流的轨迹，
所以，到此一游和真正认识世界是有区别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在讽刺我们家洋洋吗？另外，果果还需要懂得，比车和房更重要的是无形资产，比如说，为人最起码的礼貌和素质。等果果都学会了这些，就能判断出来，什么叫做徒有其表。合作愉快。能跟像方舟这样头部的互联网公司合作，这是我的荣幸，也是我们的荣幸。抱歉啊，老婆，今天晚上我就不回去吃饭了，你和果果也千万别将就，不行就换换口味。你天天在家做饭太辛苦了，爱你。不好意思，我太太。魏总，其实你知道吗？我之所以选择方舟，不单单是因为你们的技术和过硬的产品，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。什么原因？就是因为你。我？实不相瞒啊，我经常看你的朋友圈，所以我发现你不单是一个顾家的好丈夫，还是一个很好的父亲。我这个人还比较传统，所以我认为，对家人好的人，在生意上也一定是一个好的合作伙伴。对家人好是应该的。但是又有谁能做到的？哎，你好，是魏先生家吗？啊，对。啊，这是魏先生让送给你的。好，谢谢啊。果果，你看，爸爸肯定知道果果饿了，提前点餐啦。还有花，妈妈肯定是这个送你的。走，去放在桌子上。太帅了！今晚 C 位非我老公莫属啊！我们家的 C 位永远是你。外卖和花收到了吗？嗯，你看，我跟果果正准备吃呢。这家餐厅我们同事都说特别好吃，就不知道外卖和堂食差别大不大。你今天晚上轻松点，别做了。谢了，代表果果给你颁发一个最佳爸爸奖。我是心疼你，我要得也是得最佳老公奖。爱你。嗯，爱你哦，拜拜。拜拜。嗯，我怎么闻到一个小臭孩子的味道？洗手了没有？没有。不洗手的小朋友，外面一口吃掉。辛苦了，有你真好。老公也辛苦了，早点回家。你就是我认识人力夫妻最好的。那是啊，人家林双可是一路开着挂过来的，在学校的时候就是扛把子，门门功课考第一，哎，还得了全球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第一名。
你昨天几点回来的？我都没听见。2点多吧。这么晚啊？周末得出差。人家是996，你是007，难怪果果跟幼儿园的小朋友说他爸是个手机程序，只能在手机里面看到他。磐石最近新一轮融资，新布局的业务吧，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业务，所以大家最近可能一直都在抢市场。我在想吧，大家除了竞争关系以外，看有没有可能合作一下。嗯。芳芳，果果最近怎么样啊？我想跟你说呢，荣，我打算带果果去学冰球，然后争取在省内比赛拿一个小名次什么的。嗯，这样对他幼升小，等将来小升初，那都是有帮助的。学冰球啊？嗯。女孩子学冰球不太合适吧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前两天带他去商业机构试了试。嗯，教练说果果很有天分的，而且最重要的，他自己也很感兴趣。那商业机构要赚你们钱，那哪个孩子都说有天分，那不合适他也说合适啊。反正我只是建议权啊，你是一家之主，我们家你说了算。冰球的事儿啊，嗯，我跟果果已经商量好了，而且真的要学起来，我得给他找那种专门指导参赛队伍的教练。家用上的事儿呢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想办法挤一下，不会超预算的。不是钱的问题，你说冰球这项运动，冲撞、对抗这么激烈，那些孩子又没轻没重的，万一果果受伤了怎么办？我有一个女孩子。你上次不是说学芭蕾挺好的呀？你定。嗯，我昨天陪爸妈去银行，那个理财专员说你买了他们家一款理财产品啊。嗯。你不会背着我藏小金库了吧？我哪敢啊，老婆。那笔钱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一哥们儿。让我帮他一小忙，顺便啊给我包了一红包，也存银行了。这点零花钱你还不能批准我持有啊？哎，咱家一年存多少钱？你有多少零花钱？我都没问过。哪儿来的批准呢？这事儿怪我，我汇报的就不够及时，不够到位。以后每一笔钱进账，我都第一时间向您汇报，行不行？嗯。等这几个项目忙完了以后。我要带你还有果果、外公外婆、爷爷奶奶好好去海南玩几天。嗯，催我了。喂。啊。对对对，我马上出门了。是。那我们一会儿门口见。怎么样？帅。老婆辛苦了。路上注意安全啊。提醒你啊，看好你老公，那年轻有为、帅气多金。我跟你说，这样的男的，你知道外边现在多少小姑娘盯着呢。
早，早，丽丽，帮我把这个复印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哟，今天挺漂亮的啊。谢谢啊。江喜，新婚的资料我要一份。那个，你让艾琳帮你打吧。你动动手，运份资料这么难吗？你有那么忙吗？不好意思啊，魏总这会儿也等着要资料呢，要不您跟他商量一下。鸡毛当令箭，魏总，新辉那边对我们的报价很满意，但是他们的 CEO 方总一直迟迟没有松口，估计是还想再磨磨价格。但是据我所知，我们的竞争对手已经基本被他们内部淘汰了，所以可以坚持我们的报价。跟报价也没关系，他们提的这些问题，摆明了就是借口。这个方总。就是还嫌吃的不够饱，那怎么办？不惯他这个毛病，得让他知道，任何事情都是有底线。星辉的单子，你再努努力，他们那边多半是虚张声势。嗯。你看一下。特意给你选，别把我想的那么肤浅。升职的事情，我得想办法了。其实除了升职，一直以来，我还想要另外一样东西。自始至终，我想要的只有你。你的胃口可不小啊！你的底线呢？我在你这里没有底线。这个是我们店里面的主打款式，稍等啊。哎，您看是这个吧？花朵的造型呢是山茶花的。我看你也是第一次过来，你要是想做这个的话，我给你打个折，350块好了。这个款式，做的人多吗？多，我一天啊做7、8个呢。附近公司的小姑娘都喜欢做这个的。小姐，你说你年轻漂亮，气质又好，皮肤啊还这么白，做这个也适合的。咱们啊比划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小姐，你要么再看看，这个真的很适合你的。Thank you.
你怎么来了？李姐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太太林双，这是我们公司的 CFO 魏姐。你好。你好。魏明和我家果果都很喜欢吃这家店的芝士蛋糕，我正好路过，带几块回去。你应该给我发个信息，下班我带回去不就完了？那不打扰，你们聊。芝士蛋糕，谢谢。嫂子，你也来这家店吃饭啊？我买几块蛋糕。哦，推荐您尝尝他们家的咖啡，特别好喝。您请我们喝咖啡，还得麻烦您亲自给我们送上来。别客气，举手之劳。魏总夫人，请大家喝咖啡。哎，您好。给，谢谢，还麻烦您亲自跑一趟。谢谢。这边。您夫人请的，辛苦了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哦呦，欧什么欧啊？给你们10分钟喝咖啡的时间啊！去办理入住，然后我们上面还有等等。您好，您好，我想办一下续住。您的房间号是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记不住了。昨天是我先生办理的入住，他叫魏明，身份证号是301-15。您今天还是2位续住吗？麻烦您出示一下房卡。
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非常好，很棒。好嘞，哎，同学，干什么呀？为了这比赛，咱俩说合照拖多久了？同学，不好意思啊，帮我们俩拍一张。成绩思呢？没事。三、二、一，茄子。这次的毕业设计大赛真的很重要，直接关系到就业。你肯定是第一名，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，你就大胆的往前冲，有我在你背后，做你坚强的后盾。林叔，干什么？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温馨的港湾。是吗？一个安全的家，你信吗？我相信。我以为，不管人生发生什么样的改变，只要一腔孤勇，拼尽全力，终究能寻得理想家园。没有人告诉我，自从我决定退守家庭的那一刻起，我的人生便仿佛折翼的大雁，被困于泥沼之中，再也无法自由地去爱蓝天。对，我刚到家。你们说，怎么了？你这事不能老让我们产品部背锅吧？那出问题你们想招啊？那我再跟他们说一下，明天我们下课再定，好不好？明天中午咱们一起开个会啊，你叫上所有人。我记得，上次大会我们见过一面。那我得看看，明天中午我有个会，会后了咱们约好不好？行，那明天见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你今天怪怪的呢。你这衬衫上的香水味儿，挺熏人的。有吗？啊，下午我们吃火锅，然后去见客户。米雪说我身上有味儿，把她的香水给我喷了喷，是不是特别难闻啊？刚才那个电话，智新科技的徐总，你别这么看我，你要不相信的话，你自己给他打过去。嗯，不用。是不是最近在家待的挺无聊的？是挺无聊的。那要是无聊的话，你是不是可以健健身？再不行，约你那些闺蜜，喝个下午茶，分散一下注意力。在家憋久了，是不行。
人会郁闷的，把你憋坏了，我会心疼。老婆，我下午啊就去打高尔夫去了，这可能好久没打了，一使劲儿这腰啊今天还给扭了一下。看来以后还得多锻炼。哎呀，高尔夫这运动也挺奇怪，自己跟自己较劲，你越想使劲越打不远，你感觉你自己的胸椎转了，但你的感觉和体会是不一样的，还是得多打一打。办公室也不能坐太久啊。我觉得我自己这体力确实不如以前了，得恢复恢复。肩胛骨这个位置，啊，你今天走了以后，同事把你一顿夸，都说你太太不止人长得漂亮，关键是气质非凡。也看得出来，你把我照顾得特别的妥帖细致。他们还问你们结婚多久了，我说孩子都好大了。尤其是公司那小姑娘，追着我问说你跟嫂子。你们两个爱情保鲜秘籍是什么呢？老婆，你说我们两个人爱情的保鲜秘籍是什么呢？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。哎呀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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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，真没事。回正。